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计算这个行列式。首先哈，这有公因式，公因数三呐，先抽出三来，三啊，抽出三，啊这抽出四，啊这抽出五，所以剩下多少？这抽出三的话是三得九，三四十二嘛，三五十五，这抽出四，二一呼一。这抽出五，一负三二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呢，我就给它哈，乘以负三加进来，这是零，负三九加四的话是十三嘛，等于负三加进来，这个是负十一，啊，我要乘以负二加进来，零。负二加进来是七，负二加进来是负五了，那这一负三二，所以呢，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是等于，这个是二十，二十乘以三是六十，那乘以多少呢？乘以一乘以这个行列式，哦，这个是多少？负六十五嘛，啊，加上呢七十七。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是十二嘛？哦，十二，六十乘以十二，所以是七百二十。所以这一题是七百二十。